你为什么会走去做男高官？所以今仔日若想要拄着我，你就会继续安尼趁钱心。我看来会想着做安迪讲伊介意你，即摆形容出现一个这么好的查甫，我真正足惊，真正足惊会死去你。冬雨进前伫咱面头前就只讲伊甘呐爱你一个人，你拢无听入去哦。你怪伊啊？冬雨会死咧啦，我无爱做一位女朋友啊，我要甲你结婚。今仔日是我好姊妹仔的好日子，我想要亲身去甲伊恭喜的。你甜。 你到底这个干么事呢？嫌贵的查某囝啊！哇，这么友好，我早就要替老爸行销呢。好搞，我捌到你，帮我爸耍好不好？副总，你是讲李冬雨要去公证，家己的男朋友陈子维结婚，那是证婚搁伫个，一定会将伊大汉后生的婚礼办甲真热闹。结婚真好。小郑姐啊，跟李冬雨这么人对啊？已经户政事务所结婚。好啊，应该差不多啊。 赶紧登记啊！哈！家里面的小蛋姐，恁敢愿意嫁予亲像陈志伟这款做阿婶的？这下辈真正是李冬雨的爸爸。陈志伟啊，啊你要娶我，你早囝，咱明仔甲我回去，暗加载，我提早驾驶。伊要哪有可能啊？嫁予恁兜这个陈志伟啊！今晚我就要代替你亲身来见证紫薇的婚书。当年恁三兄弟啊，计划去东门啊组一团，结果只有你甲姓强两个人倒来交会。八哥哪会突然间提起这件代志？伊到底知影偌济？